感觉如何？还好，没什么异常，就像在现实中一样。嗯，那就好。之前有些来访者在进入往事乐土的瞬间就站不住了，就像是溺水一样，被记忆淹没的感觉并不好受，对吗？但似乎这份担心对你是多余的。果然绿者的体质不同于常人呢，真好啊，我也想试试。啊，我是不是跑题了？啊，回到正题，你现在看起来还不错，我们应该可以直接快进到下一步了。记好了，这算是第一次尝试，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。失败了不会有惩罚，表现不好也没人会怪你。别担心，我一直在你身边。不过原地投降什么的还是不太鼓励的，要是中途放弃了，你可能就得再听一遍这段对话了，所以至少要努力坚持到最后哦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情况我大致明白了，但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，你是谁？你在开玩笑吗？我几分钟前才做过自我介绍呀。艾莉西亚的贴心提示，如果见到凯文在大厅里，多穿点衣服，他很冷的，各种意义上呢。快至刹那之境，也难以斩断内心的迷惘，在这一点上你做得比我好得多。
起来，为什么只有我的刻印是金色的？一定不会生气吧？唉，算了，他那么好，一定不会生气的。纷繁的特质，我所有的不过是过往的经验，但愿这能对你有所帮助。你来到这里的人也是我，但我不想再对每个人都解释一遍了。我是凯文，身负救世之名的战士，在这里寻找你想要的东西吧，他索取的代价想必你已经能够承担了。需要时间来掌握它。权剑纵至极者，亦当锤炼根基。Thank you.
一定也在期待和我相遇吧？我知道，因为我的刻印总是很实用嘛。即使身处阴影之中，你也仍要小心那些潜藏于阴影之中的恶意，他们是比时间更难斩断的东西。你现在所拥有的世界千载难逢，试着去看清那些被我们遗漏的事物吧。仔细想想，我是女孩子，战力比肩凯文，又有如神明般的聪慧与美貌，这么说来，我不也是女武神吗？其他融合战士吧。这么说来，连你在内，我至今只见到了四个人。不是藏着掖着不想让你见哦，因为某些原因，来访者会更容易遇见怀有与自己相同意志的英杰。要想深入关系，至少得先聊得来，你说是吧？但我第一个见到的人是你。那不是因为我和你的相信最好吗？真的吗？是真的哦，可能你自己还没发现，但潜意识已经做出选择了呢。不过偶尔也会出现完全相反的情况，可能是你之前表现得太棒了，有人察觉了你的存在，正跃跃欲试呢。我想在开始下一趟旅程前，你或许可以多做些准备，毕竟你将要见到的这个人的确有些热情呢。